好，师娘，跳得真好。公子请松手。师娘若陪我一晚，我才肯松手。杜公子，师娘我卖艺不卖身。装什么清高啊，还不是婊子一个。就是啊。哟，那不是我倒霉的第二任驸马的弟弟少远侯世子杜子豪吗？哎呦，杜公子。哎呦，杜公子，您就算想让十娘陪您，也要等她跳完舞不是？不就是要钱吗？拿去，小爷我现在就要十娘陪我。这这是要去搬靠山啊。少远侯世子怎么来了却不和本王打声招呼呢？我去，怎么这么倒霉，嫖娼竟然遇到了皇叔。他没看见我，他没看见我。嗯，世子殿下若不嫌弃，不如来本王雅间坐坐，顺便让严姑娘为你我舞上一曲。自然是好，殿下也一起吧。嗯，混蛋西白川，原来几日不见竟是去潇潇梦寻欢作乐了。看你们贴的跟粘在一起似的，肯定不是第一次做人家的入幕之宾吧。殿下您怎么不吃啊？是不合口味吗？你去告诉御膳房，让他们把西白川的爱宠雪狼王给本宫炖了，炖不下就红烧清蒸。殿下，这我哪敢去啊，是狼王爷惹您生气了吗？本宫哪里生气了，本宫心情好得很呢、啊。我可是抓到了那个贪官王八蛋风流臭王爷的把柄，明天我就让御史台参他一本。可是殿下，狼王爷风流与您又没关系，您何必气得闪了舌头？哦，对哦，我明明是去刺探情报的，怎么看见他就气冲冲地跑回来了？啊，没错，本宫一定是因为顺国官员花天酒地腐败奢靡才如此痛心疾首的。来人，给本宫调1000牵牛卫去各大风月场所突袭检查。潇湘梦，本宫要亲自去。殿下，狼王爷说要抓他的话需要您亲自去。好啊，本宫正好看看皇叔狼狈的模样。殿下，狼王爷在2楼左手边的厢房。皇叔啊，本宫也没想到今日突击检查能抓到皇叔您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人呢？燕燕。嗯。情趣内衣。看来本宫打扰了皇叔的好戏啊。这倒没有，是本王听说燕燕你要来，临时整理了一下衣冠。